十万余城无歌城，秋江迷雾自初清，刹那念尽横沙佛，便是莲花国里人。我们有很多人常常认为阿弥陀佛既然离我们很远，有十万亿佛国土那么远，一个世界一个国土，你看看我们前不久到加拿大到美国去11天呢，去3个地方，就坐了6趟飞机，差不多都是在飞机上，都是在车子上面。真正能够到一个战争有很多人往生的地方，只有一点点时间。你看看一个地球就那么大那么大，我们在台湾大概台湾头到台湾尾，以前开车嘛5-6个小时，现在好像坐高铁一下下就到了。对，可是我们还是嫌好远哦，好远哦。我们极光寺啊，在初建的时候，我们把联络处设在街上，那转个弯，大概不到2公里嘛，就到我们的建地。有些人说在那里睡觉，明天早上要起来要到那个建地了，好远哦，所以一定要骑车。我常常在笑呢，我说啊，我年纪都比他们大，我觉得真的哈、哦，联络是到那个建地真的很近啊，啊，早上我就散步过去。有些人如果要去健身，还要拿钱去一个健身房，然后坐车子坐到那边，然后再跑到流汗。那你真的有好的地方，有植物园，有什么地方不要去？那个不要钱的，空气又好，不要去。还是觉得我开车到那个健身房很快，人很怪，好。所以你想想，哎，我念佛念佛，我快要断气了。我如果要叫阿弥陀佛，你来接我吧。哇，十万亿佛国土，接到什么佛？好像用那个科学来讲，要经过多少光年以后才到我们这里？我们讲那个现在的阳光好像每天都到这里，他们讲那个要经过多少光年以后才跑到我们这里？所以你这样一想啊，很远很远啦、啊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你喜欢的再远的你也觉得不远。对，很多人都讲，台北没有道场吗？高雄没有道场吗？基隆没有道场吗？啊，你偏偏要跑到嘉义去，那个极光寺又不是在市区，交通不方便呢。哦，几个钟头才有一次交通车，不远啦、啊。我坐像在台北的时候，我坐高铁哦，2个多钟头就到了。哦，那你想想看，你很想去的地方，你说不远。可是如果你不想去的就在你对面，那你多久没有回去看看你的妈妈了？我很忙哎，而且有一段距离了，我不能去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我很喜欢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你悟了，你很想我要亲近阿弥陀佛，哦，好近哦，迷的时候认为好远哦，我不要去，所以呢？你认为十万亿佛国土，还有人还跟我讲，哎，师父啊，师父，我来讲哦，嘿，哈尼济人咧念，有人也要死，同齐死阿弥陀才一个尔哦，伊毋知要去接送，所以吼、哦，也是无稳。那我不知道谁是稳的啦吼、哦，所以不是佛没有办法感应我们，很奇怪哦，
我这样讲，大概有很多人都会讲，就是某一种问题啦。可是我不管。我每次要出门的时候，有很多老菩萨，有些信徒，他说：“哎呦，师父你要出门哦。”我心里很担心呢。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啊，你不在的时候，万一哈我有怎么样，那怎么办？没求救无门呢。”那有些人到医院里面去，他说：“我要打针哦，打了五六针，那个血管都打不进去。我叫阿弥陀佛也没有用，我叫地藏菩萨也没有用。”那后来我就想，哎，师父啊，你开医来给他救的。他说很奇怪，一下子就打进去了，嘎拐。我是活的，我可以手去抓你，我可以摸摸你的头，说啊，没事啊，看你这个样子不会死哦。他本来要死要死，他就不死了。那我们对佛为什么没有这种信心？我现在讲哈，我们现在学佛也有好多人哦。还在信算命了还是什么？我们还有一位人友哦，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去算，他说哦，那个人哈、哦、算得超准，说几岁会怎么样，几岁会怎么样，那就他就认为哦这个人很准哦。可是他学佛以后，他说哎，我到25岁，我生病真的生得很厉害，结果他说我不管了，我靠阿弥陀佛了，他先开始。人家讲我25岁会死呢，结果哎没有死了。他说还好，那个活菩萨加倍。为什么一次一次真的有某一些毛病，然后就菩萨都有加持他，让他过关。可是他到了真正还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就会说，人家几岁说我会死了，那我可能会死。我就问他说，你对活菩萨没有信心？人家帮你看的那个是你完全没有改变你自己的时候，真的到什么时候一定会有那个障碍。可是你改变了，你本来吃很多鸡鸭，到哪一年你可能你会血管堵塞，你会那个高血压，结果呢突然间心肌梗塞。可是你吃得很轻的时候，也许还可以多活几岁。我相信我也是，因为我相信佛菩萨，吃得很清淡。本来我们家族呢，那个血管真的很细，有时候马医师说啊，你应该用这个针哈、哦，把一些你需要的东西输进去。还好，他真的、哦、技术很好，他相信哦一定可以打，就打进去了。很多人看到我的血管，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师傅，你这个手伸出来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有好。”我说：“可是这个手的血管不能打呢。”他一看啊，对了，你换另外一个手，换了，他就要想啊，应该要打这里。我说，这里也不能打，你相不相信？要打这里。哦，他一看，本来那个针很粗的、哦，都去换头皮针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真的哈、哦，有很多自己本身就有那种毛病，你去抽血。应该你每次都会让人家抽很多次，可是我每次我都跟那个帮我抽血的人说你很棒。他想这个人那么老了还会比我很棒，我说因为你帮我抽血一次就抽了。所以呢，我假如照以前不懂，我去吃那个又油又咸啊又甜那种东西，我的血液一定会很浓，再用头皮针也没有办法把我的血抽出来，因为我有改变，所以都可以过关。那我们现在不相信活菩萨的那种感应，哎，有时候是同一天哦，好几个信徒跟我讲，哦，师父我真的没有办法呢，可是我在病床上抽几个钟头，那个要打进去哦，几个钟头都打不进去。我叫师父啊，救了一下子就打进去，哎，我也只有一个哎，而且我是凡夫哎，我不是佛哎，那佛有那么大的神通，当然对大家都有心电感应，为什么大家不要有信心呢？所以说10万亿佛国土，其实就在你的心里啊，就是连一点点距离都没有，所以不要因为。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就认为很远，
如果没有信心，我就会认为真的十万余尘不割成。那要怎么样呢？你如果有这种信念的话，参我念尽恒沙佛，便是莲花果里人，很妙哈、哦。不要说那个印度恒河沙，好细哦，像面粉一样，大概可能还要拿显微镜来照，你才看到它有多几个棱角。我们台湾的那个沙很粗了，好、哦、大大力大大力，那个大大力的，我们抓一把，要数都数不完呢，何况那个印度的沙，一粒沙就是一个活国土这样子，啊，那你插脑之间要念恒河沙数的佛，你如果能够念尽，你就是莲花国里面的人，花开赤白与青黄。可是现在我常常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莲花国里人。以前哦，他什么事情都会做。他说：“哎，别人可以做，为什么我不可以做？”了解佛法以后，我常常跟他们开玩笑说：“哎，你现在有没有胆子啊？现在叫你再去做这个，你要不要？”他说：“我死了，我都不敢做。”哎，你没有念佛啊？可是佛不愿意去做的事情，你也不去做；佛要做的事情，你也很勇敢去做。啊，你不是莲花国里人，你是哪里人？还想没有嘞？我的旁边坐谁谁啦？我哪里有在莲花国？除非你的心妄想动，佛所讲的话你不要听。如果佛讲的话句句你都听，你不是每天都跟他在一起吗？所以中峰国师讲的那么深，事实上我们了解真的是很浅哈。他颠杯甲在境界有七宝观里，假如我们的心都追逐事实上的财色名食睡，就是跟真正觉悟了以后所不敢做的事情呢违背得很远。这就像什么，是一个很好很肥沃很好的土地，你要种可以种出很好的东西，可是你是把什么经济把它那个种子放到好的园林里面去，长的都是不能用不能吃你也不能把玩的东西，那有什么用？好好的园林你不要摘好的东西。下方归金的主望五树仙魂头，所谓书生胎生书生卵生化生，这四种金刚经里面所讲的。哦，我们现在看啊，它是从啦、啊，它是从那个脏的东西变化出来的那个小虫啊，哦，那个是有些根本那里面没有东西，你都进腐化了，它就会长很多虫，哦，那你认为这些东西呀、啊，都跟我们人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我们胎生，我们还认为那个牛那个羊虽然是胎生，可是它是畜生哎。可是你想想看，常常我们看到那些不是人的动物，他去救人，他去利益人家，所以我们这个做人的还要去伤害别人哦，都要去伤害众生，我们如他们吗？所以如果你能够舍妄归真，哦，就是在四生门户里面，都是能够体悟的。畅怀满怀，观各一心，非数量处，阿弥陀佛，做断业根。哎呀，我在想啊，中峰国师写这些东西，那个六根怎么可以让你做断呢？其实，你如果真正了解佛，你每天都跟佛在一起，眼睛看到什么，你不会起贪嗔痴的念头。耳朵听到什么事情，你也不会哦，那个东西很好哦。这两天哦，有一样东西，他们讲啊，吃了对身体很好。哎，我们现在有一点进步了，有些人说，没事，你这个东西我能吃吗？一罐就是几万块，你喝几 cc 就几口下去就是
算百块，算几十块的。他说你只能喝一吸吸，多了以后对你不好。可是我们很多人就一听，哇，一罐多少钱啊？那我倒十五 cc、20cc 来喝好了。是什么？我们的眼睛看到那个东西，耳朵听到那个东西，啊，那个很好，很贵。那我就多吃一点，别人就少吃一点嘛。你看，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定下来，啊。那如果你真正了解了，眼睛看到的，你也不起贪念，不起嗔念，没有那种愚痴的行为。耳朵听到啊，听一听就好了。我长到这么大哦，以前我们家住的是每一年庙会的时候绝对会经过的地方，偏偏我妈妈要做事呢，我去读书回来，我一定要去煮饭、洗衣服。人家很多人啊，我们邻居一听到上面咚咚嚓、咚咚嚓，就全部都跑出来了。说不定呢，那个炉没有关，那个菜呀、啊、饭都烧焦了。他过一趟过去，再过一趟过来，几个钟头，我没有跑出去看。他们说很好看呐、啊，你要不要看？我说这有什么好看？真的没有什么好看。哦，所以我想，我不想看了、啊，我就都可以断了那个眼根要看的东西，没有受他引诱。我相信我们了解道理以后。这个都是空花雪月，空中的花没有嘛？哦，水中的月，水中的月，你看到有月啊，你去捞也没有。哦，所以我们那要说药师赞的时候，就是说空花水月道场，不是有，可是你的心呢，跟啊那个药师佛一样的话，你也发十二大愿要去救人。你不必要说，等到我病了，我有问题了，我要药师佛来救我。所以，你念一个阿弥陀佛，你如果体悟了，这个六根啊，起不了作用了，什么都不会引诱你。无造作时，清泰故乡，横吞八极。你心如果没有一些造作啊。每一个地方都是清泰故乡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很多人，他们家的人生病了，他自己的父母生病，真的哦，他哦完全信那个皇帝所讲的。今天几岁的人属什么的，不利东方，不利西方，不利南方，不利北方。他说：“哎呦，我妈妈哦。”现在住在医院，在南方哎，可是这个不利我哈、哦。那个一共有多点子的，就好像你会在砧板上被剁，所以你去了以后，很多人说你不能去看。很多人常常跟我讲说，为什么我常常去医院看病人，我回来自己就大病一场，心里有造作了。我去看的，我体弱啊，我没有办法接受啊，等一下被他感染。我常想到我那里去的很多都是第四期重病的人，我还是握着他的手，哦，还是去抚摸他的身体。我在想，他有病，他需要一个人来助他一臂之力，让他有那种信心、有活力。所以要被感染哈，我是很容易的，不管是感冒也好，什么也好。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讲，今年啊，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就说，我85岁应该可以免费打针吧？我很多年我都没有到那个诊所去打那些针。今年你们看，那个变质了。我还有几位同学去打了，又回来，病到很严重，去医院。啊，我都没有，为什么？心里无造作的时候，东西南北都是好方向，哪一天都是好日子。因为你是要去救众生嘛，你不是要去害众生嘛。所以清泰故乡，横吞八极，八极是东西南北，东南西南，东北西北，哦，我们还有上下，是十方哎，
破本分如何日月天，了众病如现电视了。所以问一清阿弥陀佛名号，令灭八万一劫殊胜众苦。第一如是，其譬如言说之可及乎？即如即今下念第三世佛说，请到现前众顶同声相应一句，如何指点？一种佛像实经验，不及花水足，打破虚空笑满衰，玲珑宝藏豁然开，直绕空劫生前世，六字红名必见该。我们有很多东西啊，尤其是像现在，你拿到一样东西啊，有时候要伤脑筋老半天呢。人家拿一个纸盒来给我，不管里面是装什么东西，我现在这种包装真的没很麻烦呢。以前是一张纸弄的，然后一条绳子，上面结个结，你一打就开了，当然是没问题。可是现在，人家买个杯子也好啦，哦，或者是其他的东西，找来找去都没有看到那个要开的地方到底在哪里。结果呢，我说：“哎，你们这个会不会开？”他说：“师傅，我跟你讲了，就把这边有一个这样子，那个纸这样插下去，你开一下不就到了吗？不止开，它整个全部都变成一张纸，哎，你看合下来，你看看是一个盒子。我们呐，都要到佛门里面去找，怎么样我才能真正去体悟佛法？好了，五戒啦，十善啦，十二因缘啦，然后研究来研究去。跟人家吵架还是吵架，跟人家计较还是计较，被人家讲两句就不甘愿还是不甘愿。所以呢，我们一点佛法的好处都没有得到。可是呢，现在真的人家告诉你啊，就是把那个这样弄一下子，根本他都连贴都没有贴哦。我把它拉出来以后，它全部都摊开了，你看看。在你找不到答案，突然间让你找到答案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笑嘻嘻呢？所以打破那个我完全没有办法去解开的虚空，我现在整个人都笑了。为什么？玲珑宝藏豁然开。像我这种穷人，人家拿一个宝盒里面装着一点点东西，哦，那个盒子好精致哦，怎么开都不知道。这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，我都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。这个玲珑宝藏呢，因为有人告诉我，或者我突然间发现啊，原来就是这么开，根本都非常容易嘛，哦，所以一个玲珑宝藏呢，豁然间就被打开了。当然呢，心里很高兴。就算无始劫以来，让我们生生死死轮回到各地方的那些事情，我们现在不是每次来讲的时候就追求。我跟你讲啦，你今天这里长一个脓包，一个肿瘤，根本就没有办法，是你以前对人家怎么样，人家给你的啦。哦，那你现在你会经常跌断腿，是你以前砍到人家的腿啦。你现在常常撞人家的头的，你以前都把要伤人的时候都是伤人家的头。哇，这东西太多了，哦，这些事情呢要怎么解开？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你要念好了，你绝对，你所有的空
前的，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几万劫，这些事情都包含在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是你的钥匙啦。你对对了那个孔哦，这些问题全部解决了。现在呢，大概大家就没有这种事了哈。以前到道场去修行的老菩萨很少很少。有些老菩萨去说，师父啊，我吼念佛吼，我已经念几十年啊。我过去是啥物业障，我若带着迄个新妇生做安尼啦。啊，有些说，我妈妈有教我吼，结了婚以后我要孝顺我的婆婆。可是我那个婆婆不让我孝顺我孝顺她，她反而认为我对她怎么样？哦，我们老和尚讲经完了以后，很多老菩萨都想问他。我坐在旁边一听，哇，这老和尚足多烦恼，无念无烦恼，愈念愈烦恼。啊，我都跟你讲，你都跟他讲，本来只有一个烦恼，结果把所有人的烦恼统统带到自己的家里回去，像哪一个老菩萨啦？怎么样？像哪一个董事长什么样，像哪一个谁怎么样。好，有一天呢，一个老和尚就跟那个老菩萨头脑很赞成的讲，你的媳妇对你怎么样，你就阿弥陀佛啦。为什么念阿弥陀佛？你们大家也会念阿弥陀佛，你们比谁都念的标准。可是你嘴巴念，心里没有念，他就是说啊，老菩萨，你把他当作这个社会上，我们本来就是在五浊恶世嘛，哈、哦，你就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啊，你想，那我干什么？又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他说，你不要把那个当一回事。我想想哦，你自己如果女儿嫁到别人家里去，跟人家。刚刚过去都是叫照我们家的习俗，跟人家不一样，那然后不合的时候，你要想想什么，要用什么办法，大家能够互相来了解，互相来容忍，事情不是完了吗？他说哈，你不要这么有一点点不如意，你就放在心里。嘿，这个老和尚跟那位老菩萨讲，哎，如果是我怎么肯啊，对不对？你就叫我。人家骂我，你也叫我念阿弥陀佛。那个人每次把东西都放到我的位置上，我都被他占了，我还念阿弥陀佛。这个老菩萨，后来老和尚叫他一个问题，啊，他回去哈，他那个媳妇是相当有名的，啊，那个老菩萨不识字嘛，那个媳妇呢受了一些教育，在外面还有好的工作可以做，所以回来。婆婆煮饭给她吃，她也咸，帮忙整理里面也咸，弄到哈邻居的人就，因为他听老和尚讲，你念阿弥陀佛就好了，哈，你不要去理他。你们现在脑筋里面也有这个，我从这边这样写，你们看得懂，我是自己是这样写的。让你们多猜一下下好了。可是那个老菩萨邻居哦，他坐了下去，邻居看不下去了。某某人，你把卡好心嘞，你的媳妇对你这样哈，你都这样过，我们邻居的也有那个，我们自己也有媳妇呢，看你们媳妇这样子，他对你这样，你还对他这样，那。嫁歹人厝边的囡仔大细，人家看你这个媳妇哈，你对她这样这么纵容，她对你这样，那我们你败坏邻居的这种风气哈。那个老菩萨哈，因为老和尚有跟他教了，他把坏的都当成好的。他说为什么他说啊？你是把旧厝住是不？还要买拖鞋，你也扫不清去。啊，你媳妇这样讲你，你也阿弥陀佛。他说：“哎，好朋友，你听错了。其实我媳妇对我很关心呢。他说：‘妈妈，你年纪大了，看不太清楚，都扫不干净哈，你不要扫了。’
好、哦，我们来扫一下子就扫干净了。他说啊，你煮完不会煮啊，这个菜怎么煮成那个样子？他也用好话把他讲过去。事实上哈、哦，他那个媳妇真的是恶名昭彰。啊，那一天呢，那个人到他们家里来看看媳妇出去了，他就赶快来，哎呦，你应该要怎么样来对你媳妇？这个老菩萨这样讲，正好他媳妇忘了拿一样东西，他跑到外面去，要回来，嘿，家里怎么有人在跟我婆婆讲话？他就在旁边听。啊，其实哦，他自己自己有心知肚明，他对他的婆婆是什么态度？结果本来他以为婆婆会跟人家告状的，他站在外面听，你唔好吼、哦。误会阮媳妇啊，少年人较有气吼，讲话就会比较大声一点。其实他跟我讲的，你现在讲的都是相反。我媳妇真的对我很好。这个媳妇哈，在外面听一听，应该婆婆会趁这个机会，一定会讲我很多坏话。结果是这样，这媳妇回来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对不起啊，哦，我不会学，我从此以后我要好好的学。”你学佛是要教佛菩萨教你，你媳妇这样对付你，你就怎么样对付她，这样你才能够把她摆平吗？对，我以前常常有听到人家讲，好，不要紧，你做初一，我就做十五了。哦，好啊，你做七，我就来做十五，永远都是敌对，你怎么样呢？所以他用这个相反的方法感动了他的媳妇，从此以后这个家庭真的很圆满。这两天不是有从国外回来的，跟他的婆婆，真的他也不知道怎样来对待啊，就是说他不敢很大声，可是整天那个脸色都很不好。我跟他讲了以后，他真的是用笑脸来对。台中有一位呢，他以前他在还没有结婚之前，他的爸爸是那个渔业大王，远洋渔船很多哦。他们一天就可以进账，那个鱼捞的多的话，一天进账就是几千万。而且他说，如果那个船进港的时候就哦，鞭炮响彻云霄了。哦，你看这样的孩子是含着金汤匙。可是后来他跟着他先生有来听一些佛法，他也说：“哎，师父，我很愿意做。”可是后来呢，他真的觉得遇上麻烦。师父，我从来没有煮过饭，连茶我都没有烧过，我都是到外面吃的。现在我想学，哦，学不好呢，他们家里很多人就攻击他：“啊，你吃煮这种菜啊，每天都是煮。”他就想，我把这一样煮都煮不好，干脆买两三次来煮好了以后，我再煮第二样，也受尽很多折磨，他就哭，然后就想，家里面的人常到外面吃饭不好，他自己又想自己在家里吃，他就想大家能不能给我一点学习的机会。可是攻击的声音四面八方响来，他本来想要好，后来也是因为我既然没有办法，我就这样子啦，要摆烂就好了。那天来这里一听，听完了那个伯如的分享以后，他进去说：“师父，我知道了。”他跪在那里说：“都是我错了，都是我错了，有佛法我不要学。”各位，他在那种富贵场中，然后他就跪在我面前跟我讲，我想如果以前他看到出家人，他的眼睛会长到头顶上去的。一旦能够接触佛法，六字洪名毕竟该，全部都包含在这里。因为你懂了佛法以后，好与坏都是我们自己心里的错误，我们的执着，没有给人家一点机会，哦。所以如果我什么我对了，我一百分了，我八十分了，看到那个六十分的人，我咄咄逼人。我其实哈、哦、输他一点点，我还认为我哪里有输他，我跟他不过是平等而已。前天有一位真的在学校成绩都很好的一个孩子，
可是他毕业以后，他要去上班。我跟他讲，你在学校成绩很优秀，老师对你也很好，同学也很崇拜你。可是你出到社会上，有些人以前读的书没有你多，可是他的职位比你高，最少他的经验比你多。哦，他是你的顶头上司，他是你的老板，你一定要虚心去求教。可是他没有啊。第一次碰壁的时候，我说你太骄傲了，你要不要把自己收敛一点？不要认为我自己了不起，都要去教别人，都要教训别人。他说：“师傅，我的确是这样子。”然后他改了，他说：“哎，真的呢，我的上司都对我好一点点，我已经给他一个 key， 真的是可以去开这个门的 key。”三天他不用了，他就想啊，那个要这样开好很麻烦，我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？不到三个月，本性又发作，最近又踢了一次铁板。他人家本来是要升他的哦，后来他跟那个跟他一样的、一样成绩的人，一直去跟那个主管讲坏话。他说：“如果像你这样的人哈，成绩就算比他好一点，你这样子，几个主管就讲不升了。”他就自己真的说：“我很。”抱歉，你不是向我抱歉，你应该去向你的主管抱歉，是向你平时伤害的那些同事抱歉了。很多人很奇怪，你去伤害人来跟我讲师傅对不起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只是叫你把你的观念、你的想法改变一下就好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也有玲珑宝藏，里面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放在那里，也不知道怎么开，现在突然开了，哎，你相不相信？你开完了以后，你会趁机毁誉，力衰骨肉，八风吹不动。你开不开的时候，你就跟人家计较，真的没有用。哎，你一个真实的钻石，你用一张脏脏的报纸或者卫生纸随便搓一搓放在口袋里面去卖，有价格了。你是玻璃珠，你是那个破铜烂铁，你就是用一个锦盒放了，拿到银楼去也没有人要你这个东西。所以你自己要想想，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我没有真修养、真本事，真的到八风吹不动，谁能影响我？所以现在有人就说，选举最好不要用相骂的，用我们自己的本事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很好，因为我以前被人家骂，我也觉得没什么。哦，做我自己的，谁能够伤到我呢？我完全没有烦恼。哦，个人都千姿刀舞，绝对不轻。两不刀软心，软心不得不会。谢天有报，明月清珠，为出珠刀入浊水中，入水一寸接一寸之浊水，即便清洁。出珠入水，自寸至尺，乃至无底。接浊水，亦随之之叮当。当知清珠者，如念佛之正念也。浊水者，如杂乱之妄心也。当妄心杂乱之境，令机器一念如对自尊。在你妄想心重的时候，你心里就想，我要跟有智慧到现在寿命也很长，无量寿无量光的佛，我像他站在我的面前，我要很用很虔诚的心来念他一样，按定着地方面，一一出窍入耳，即次杂乱，自然随念即静。自是一念，以至十念，乃至念念不已，即告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。念佛之人，需要信心恳切，静音忍忍，重念思想，轮转即可悲，深夜颠倒，困扰无可同。机器一生，佛名笔下，更无一格。如太阿剑，翻案动天；如大火轮，升腾扬起。
万无曲折即了曲折即伤，直至一心不乱，灵所两梦道家之说，不用再记。即勤之事，何如挂起？可以正修行之心术，超方便之正道，破世间之惑之累尽，足迷茫忧国之日月。一个用真正了解的心念佛的人，那个佛号就像在一条黑暗的巷弄里面，有一把非常光明的灯照着，哪一个地方高，哪一个地方低，哪一个地方有一个洞，哪一个地方有一个石头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纵使在很危险的地方也能够屡险如鱼。所以佛号我们不离心的话，我有什么事情我就马上想啊，阿弥陀佛是这样做的，我们就一定要这样做。今宵三时火莲佛寺讲完，出处在台北市五兴街600巷106-7号净莲莲会龙凤法会之中参加法会各善信之接待教育众亲，各善信之累积完成借助各善信及所杀害实行之众生，各善信互相之地基主，各善信及无主被对他流散了一之婴儿，本会地基主，本会敬畏山神、地神、树神、草木神、水神，一切神奇顶上，本会及自然中敬畏欲求解脱之众生，本会敬畏每况灾变、罹难及受伤之众生，本会功德堂上一切有缘之众生，以要求金宝有缘之众生。地藏殿敬畏一切有缘之众生，世界各地各种灾祸，所有罹难之众生，处处法会中老舍和尚之众生，嘉峪关中埔乡一同时敬畏欲求解脱之众生，台北市仁爱路莲花精舍敬畏欲求解脱之众生，大中华地区战争及各种灾祸罹难之众生，日本地区战争及各种灾祸罹难之众生，印尼及世界各地地震当中罹难之众生，美国加拿大地区战争及各种灾祸罹难之众生，累世共业所相杀之一切众生，十方法界一切无数男女孤魂等众，先祖上身决定往生，请到一念未明以前，烦恼结果消失也无。是心空寂念佛依，各个云归俗离归，佛法得解体晓入，往念心佛。